妈误以为我跟我爸的初恋搞对象，结果他安排的相亲对象自称是梅姨的女儿，结果单身的梅姨也承认了。梅姨，就那姑娘跟你就那个，这孩子说起来跟你爸还有点渊源啊。不是梅姨，这是我姐还是我想什么呢？啊，当初跟大顺分开之后，一个人觉得挺孤单的，于是领养了他。啊，这些年也算是视如己出，多少能有些慰藉吧。哎呦，我这汗都下来了，梅姨，那是领养的哈？不然呢？对了，你们俩刚才站一块儿，感觉你们眉眼之间还有些像呢。这没，你话搁哪儿说的？这没有的事儿啊。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了？啊，这我妈经人介绍嘛，说这姑娘吧人好，家还有钱。完啊，不是没有，不是那意思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你跟她，你就哦，没什么，说明你们俩有缘分。怎么样，需要梅姨帮你们撮合撮合？这还小呢，这么啊。妈。